111宁夏日报，借钱也要去看世界。2015年7月27日17时16分，财经市场10HTTP 冒号双斜线 sz.nxnews.net/nxrb/html/2015 下划线07/27Content 下划线6439142.html。 近日全国多地连降大雨，然而雨水天气和航班起降晚点并没有丝毫减弱旅行社暑期游的高温。企鹅智库面向腾讯网友进行的调研显示，